怎样？原本要出一拳妈妈是不是？没有，原本要出的也很难改。哇，大家都看很多动画哦。本来真的想要出妈妈，再给我十秒。妈妈再给我十秒，剩十秒。我到底在干啥回？我决定要迷你化，本来困难。哎、欸，我盖完了。是不是我该把它用胖一点？哎哎哎哎哎！你是说把妈妈弄胖一点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哇，这好像有一点刻板印象，好像不是。要多久？我妈超瘦的，我妈肌瘦，好不好？我妈不胖。你说你现实生活中的妈妈吗？要不然呢？秋风，你妈也太快了吧！你出了这个题目的话 ，easy 好不好？哎呦，轻轻松松哎，哇塞，厉害厉害 ，easy。看我到底在冲，我到底在盖啥回？应该可以。我后面的是谁啊？小雨一定猜得出来的啦。他可以，他可以。真的吗？猜得出来的。不是啊，找个妈妈代表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什么妈妈代表？妈妈代表吧。不是啊，我这个标题里面有两个人物啊，我只要标注一下哪个是妈妈。所以妈妈代表是爸爸还是妈妈？妈妈代表是妈妈，只是某一个妈妈。某一个妈妈哦。大家都认识的妈妈。妈妈。哇，吸引在死神。我觉得之前好像盖过类似的人物哎、欸。请木南雄的妈妈。我知道把他，盖宽一点了。妈妈喜欢吗？也太好笑。一脸安安哦，好了，哎、欸，应该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把他盖成妈妈样啊？好难哦。跟你说，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妈妈吗？我大概知道啦，要多久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飙起来喽！哎，好猛哦！我的地板忽然间坏掉了。地板？隔壁我姐，隔壁了。我地板坏掉了，这是好可怕！为什么？神什么？你按了？我没有按东西啊！我盖一盖，地板忽然间坏掉了。姐，为什么我信用卡忽然刷卡？你是不是一拳下去了？一拳妈妈，东京妈总，我地板快点变红死我、欸！东京妈妈，我的天啊！红死我！你是打错什么指令？我没有打指令啊！我刚刚没有打指令啊！地板全爆吗？对啊！哇！那你用中间地板自己再改一下好了。为什么？这是怎样？作者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会不会又有人出红色斧妈妈？指令触发什么的指令触发、啊？青色漫画妈妈真的母汤，我再看一下哦。嗯，这边太多了。恐怖哎！啊！怎么呈现妈妈啊？对啊，要呈现妈妈好难哦。什么意思？超屌的。你们要有妈妈的心理藏住心中，就不会难呈现了。好难。哦，对啊，你心中没吗？可能吧。妈祖保庇哦。对啊，晚上就会梦到了，好不好？Oh my god！ 粉红猪妈妈。大家都好会照样照去哦。你们在讲，我就看不下那个作品了。对，尤其是用、這個、尤其是五等分妈妈，我真的会完全。我刚刚有看到这个留言。五等分妈妈真的不行。你想象一下，跟五等分花菜一样剧情啊，都是换成妈妈。哦哦，我知道怎么表达了。好恐怖表达啊！哇，好好奇大家的。救回来！救回来！救回来！所以等一下看到别人盖的也可以猜轻小说。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出轻小说名字啦，应该吧，大部分吧，可能应该吧。哇，
换个方式想，我今天要盖好多次妈妈哦，痛苦三次而已啦，让你多爱一点妈妈好不好？把这一集给妈妈看，她会生气。她说你盖啥会？等下万一有一部作品叫做《情色漫画老师》，万一有人把，那没事，我觉得母汤。嗯，好难得哦，好难得。我们现在盖完了，巧克力小雨，对不对？然后杰克啊，我本来就很慢的，没事没事。哇，竟然是这样！地方妈妈都愤怒喽。难盖。哇，原来是地方妈妈的部分啊。学生会长是妈妈。这没头发，妈妈不能光头你。我超久没盖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等下去做完成。太可爱了。你那个笑声，这是三星。我真的盖得好有点崩溃，好像真的有点宽宽哦。那个聊天室还在一直翻，一直造句，一直造句造不完了今天。你说之前 FB 把什么动漫改成一个字吗？嗯、动漫作品改成一个字。不用加了啦，小雨猜。压力好大哦。哇，不要再造句了。他们一直都叫我说要这个，要加这个，要加这个 man 啊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快点盖，快点要多久？可以了，可是他，你们出了这个特征都有了，完美。等一下，他很三杰克，等一下，压力又加上了，杰克行不行？我刚刚讲的题目其实我都有看过，不行，他太不妈妈了。你刚刚那么快也那么慢也没有什么特别啦，反正就是妈妈的题目而已啊。对啊，我一定会把妈妈两个字猜进去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那我要在他这个有了吧的腿上画上一个蚕字吗？哎、欸，那个他接下来是黑羽要猜、欸，哇，不要，我要让他身上有几个东西，几根毛，你有用？怎么盖？你有几个猜不出来的、啊？你有用几个吗？一个吗？我的地板又莫名其妙变啊！这什么东西啦？为什么我的地板都会自动变？这就是妈妈的魔力哦。妈，你干嘛、啊？妈妈妈，叫你不要玩电脑了，把你电脑拔掉。就看不完吗？看什么看什么？杰克，你可以慢慢来，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我知道。你快一点。我们建议我们要快一点。快一点。我们要逼迫你。无法理解他的那个改变地板的设定。还是其实杰克盖久盖少都一样，都一样，其实不会差太多。对，不要那么嫌弃吧，是痛苦。因为我看过那个鼓手的那一部啊，好了啦好了啦，超不妈妈的，很不屑哦，超不爽，超不妈妈的，好可爱哦。什么？这个是？啊、这什么、啊？哎呀，我好像知道了。这太厉害了！啊？哎呀，好像本事盖脑很厉害，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长出第三只手了？我应该下面有三只手，三只脚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哦，对呢，有呆毛，算了算了。哎，杰克，我猜得出来你的是什么？哎，各位，好恶心哦。我问你们哦。不错不错。黑鱼只用了一个
方块盖了整部作品，我该怎么办？啊！黑羽只用了一个方块盖了整个作品，哎，对，可以。我跟你讲，你就用那个。你要解释吗？等一下，晚一点给你解释，晚一点给你解释。好。你去数，你等下解释，你等下解释。当年那个火神祝融，我们也只用一个物品。火神祝融那个。就放一个炼神，然后大家都在火神柱。树木，你可以跟观众讨论啊。不行，这个，我觉得应该是了，这应该是这个了。好了，就这个没错。是谁啦？反正自己掰小说嘛，我可以。所以我都盖很久啊。哇，杰克做的真好，这根本神作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没有，这部作品叫这个名字，改。好可爱。然后我把妈妈打上去，就这样。圆圆辛苦你。这是标题耶。我看一眼。你好像盖很厉害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很棒。换作是我，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。这个有，我根本没看那一部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这后面在干什么？加油！我相信各位都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太可爱了，巧克力真的没有十八禁哦。什么？我干的很正常，你在干嘛？辟邪公啥？干我屁事？你有问题哦！你才有问题，我干的很好。这是什么？母汤？哪里母汤？我觉得干的很棒。就我那个手、那个头、那个那么明显的东西。动漫的那个部位版就没有在符合的齁。部位？哪个部位？脚吧，脚。对。剩秋风了。等一下。我说你某个部位太大了。我盖的啦，好。然后圆圆应该会觉得怎么又是一样的东西。好啦，听标题应该可以吸引人来看。我在想，你还在那边炫标题，猜我题目的人一定很难过。按下去嘛，秋风。啊，我要改个字。叮叮叮，来不及了。哎，这什么东西、啊？什么啊？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看答案就知道。为什么这块那么黑？这是什么动漫、啊？哇，这个我可能要真的要盖好多。现在是轻小说，不是动漫。对，轻小说。轻小说。这可能这是什么动漫？我是没看过啊。哇，这个好难啊。这是哪一部啊？我做那个最简单的，怎么办？我没看过哎，是什么？哪一部？你现在是轻小说，你就按照他自用的意思盖就可以了。自己翻译啊，自己想。现在对，应该是去 Google。什么？我都没有照轻小说，我都自己想标题哎。哈，这样我想恶搞了哎，我就在恶搞了啊。小雨，我可以恶搞吗？那你就看会不会被我们嘴而已啊。也是不会，你们会大声喝彩。好，假的。哦，你没有看过那个吗？我没看过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，我没看过。我想一下。可能。我想一下。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就乱盖。好，行。对，我要做那个。对。因为我也看不出那个是什么。我干，我怎么干那么像啊？哇塞，自己都吓到哎。好，那我觉得我要盖另外的东西，惨了。我要怎么快速把这些东西全部摧毁掉？左键。说的很好，我是在努力。
做的不错，正在努力。你是想打他？我觉得会歪，会歪，会歪。你在做差不多了。速度，速度，速度。我要做一个。我怕大家猜错作品。好恐怖！怎么爆走？圆圆，等一下又辛苦你了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哎、欸，这次我在你前面了、欸，哎。你刚在我后面吗？之前都在你后面啊。哦。哎，都。